SBS 夏季歌谣大战在近日邀请了许多偶像出席表演，而在 La Seraphim 开始演出前，粉丝们在现场超大声的军训应援直接惊呆了别团粉丝呢。当天 La Seraphim 也没辜负粉丝应援，以明显开麦来进行表演，甚至在表演途中尹真还超大声的预告回归呢。